推正面一点，无论环境有多么险恶，政治压力有多么紧迫，但是在中国，总有没有被完全镇压住的这种良心的声音，理性的声音，反抗者的声音还存在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中共营造了这样一个大铁桶一样的国家，高度封闭，高度专制，但是只要是人，只要是有人活着，就一定有人在反抗专制，一定有人会发出对于自由、对于民主这种呼求。